13年前，李军冲进我家，杀人放火，我再回头。你想找他们报仇吗？等仙儿恢复之后，哼，有看到通缉要犯吗？ 阿修使用天书之力救我，才被他们盯上了吗？就拜托你了，子虚。到蔡阳找我兄长刘伯生。嫡袭，散开！你们到底惹谁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有人来寻仇啊？沈墨就是一群假货。 我有师兄才是真正的墨者。哟，是个小伙子呢。此战平定绿林贼党之后，师兄许诺的太平之事也不远了。太师兄弟，不要冲动。闸门若开，洪水一出，下游死伤数万。 这是上古机关术吗？说不定是出自米拉大师之手。阿修，用那个天下地利。若不杀他，何以告慰我伤母1200条冤魂？住！到头来，你不也为一己之力，造成生灵涂炭？ 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不计代价。